直有人投诉我在城市里养猪。我承认他们俩确实有一点点胖，为了狗子们的身体健康，这次我们要再次挑战游泳一个月减肥。先称体重，浮肿有多重呢？19.2公斤，25.52。你们猜他们最终能瘦多少？哇，哦，好可爱哦，小乐。在金阁里，天南地北不放弃，去寻找减肥的朱古力。小可他们都在看你，好离谱啊！围观爸爸，让我们呼啦啦啦啦啦高歌一曲。游泳两周了，现在我们把水都放掉了，看一下第一阶段的游泳成果吧。19.2，哎，一模一样哎。好，来放啊，真的还是19.2。咋整？再来两周。我都游的变了，你看。爸爸都变色了，小狗完全没变。二号选手准备就绪。两周应该有点效吧，25.32。还有两周，我们要采取游泳加控制饮食的双管齐下的方式，肯定能减下来的，好不好？狗狗们究竟能否减肥成功？